由于女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动物，不可能用一篇文章探索完。本文只从全国各地区的地理角度粗略研究供营销人员参考，这是大前提，仅仅为了营销做参考。中国的女人从性格特征的相似度上可分为九大区域，即江浙沪区域、山海关、山东、河北、东北区域、潮汕区域、大武汉区域、湘江区域、巴山区域、四川区域、首都区域、中原区域。作为一个在江浙沪地区出生的人士，先从我老家的女人们开始分析，江苏、浙江、上海地区的女人性格特征基本接近。可内入第一个板块，这个板块再精确一点，就是上海、南京、杭州三角地区。江浙沪女人第一特点是持家有道，持家有道并不是一味的省钱，而是该花的花，不该花的绝对不花。在持家有道上，江浙沪女人排第一。第二个特点是最势利于最现实。打个比方，如果这个女人的老公得了肾病，而家庭条件又不好，将这户女人的第一念头绝不是把自己的肾换给老公，而是想着总找一个身强力壮的。将这户女人的第三个特点是智商较高，也就品味也高，哄男人发嗲，绝对一把好手，把男人骗得团团转，心甘情愿做牛做马。将这户女人不可告人的秘密是，表面上都说江南女子温柔如水，实则个个都是母夜叉，说翻脸就翻脸，且一旦翻脸赶尽杀绝，不留余地，无情无义。如果不是真正了解市场，很容易被温柔似水的江浙沪女人的表象迷惑。各位兄弟一定要牢记，江浙沪地区市场特点是三年打不进，打进吃十年，即女人们不轻易接受新产品，一旦接受稳定性强。江浙沪女人注重品味，喜欢小情小调，卖产品给他们一定要将简单的元素复杂化，多讲故事。比如一个普通的食品，你把工艺过程讲得更精致，就能打动他们的心。如果产品带一点海外洋背景，势利的江浙沪女人眼睛就亮了。山海关板块女人与江浙沪女人反向对应的是山海关板块女人，由山东、河北、东北女人组成，这三个地区女人性格特征接近。这个地区的女人最仗义，她们的缺点是脾气太坏，但优点是表面凶狠，实则心软，不像江浙沪女人表面温柔，实则心狠。如果一个山海关板块区域的女人，她老公得了肾病，家里条件又不好，她会义无反顾的把自己的肾脏换给老公，绝不会想着从找一个男人。在有情有义上首选这个地区的女人，但可惜的是，山东、河北、东北女人的脾气实在太臭，人在仗义也让人多少有点烦。我一个朋友找了山东老婆一次和我打篮球，他老婆正好打电话过来，听到他在电话里喘气，就怀疑他在与其他女人上床，不听解释，叫他原地不准动，立即从廊坊打车来京，看到我们在打球才罢休。东北女人基本差不多，上吊抄家伙点煤气的比比皆是，想想头皮都发麻。所以你若想卖产品给该板块的女人，应该和江浙沪女人相反，一定要特别突出实惠性，少讲故事，甚至不讲故事，以免他们觉得你含蓄而产生反感。潮汕板块女人第三个板块是福建、广东、海南板块的女人，该地区的女人最贤惠。如果一个男人在外面有女人，只要工资到家，该地区女人基本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并且该地区女人最能吃苦耐劳，把男人当一宝。多年前我服务一个福建客户，企业经营的活全是女人干，到了家的家务活也是女人干，男人号称是董事长，只是陪我吃吃饭，后来关系好了，请我到他家吃饭，女人在公司辛辛苦苦开了一天会，男人什么也不做，还是女人到家给我们做饭，桌子上摆满菜后，我叫他来吃饭，他还没资格上大桌，走，在旁边摆个小桌子吃饭，吃完饭我们喝茶，女人立马收拾桌子，任劳任怨且忙的心甘情愿，满心欢喜，真的是上得了殿堂，注意不是厅堂，入得了厨房。男人在该地区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，全世界最幸福的男人莫过于娶这个地区的女人了。由于该地区女人特别贤惠，买产品首先想到的是对男人好不好，不是考虑自己。如果你卖番茄，不要跟他们讲你的番茄有多新鲜，只要讲对他们男人的前列腺好，他们就会发现新大陆似的买回去。为美女这个番茄对男人前列腺好，好买的；为美女这个猪腰子对男人肾好，好买的；为美女这个胶原蛋白喝了对女人皮肤好，先生能对男人皮肤好吗？哎，没救了，男人第一是潮汕女人心条，记住这点就能搞点他们。第四个板块是大武汉板块，泛指武汉到宜昌并东延一小部分江西地区的女人。大武汉地区的女人最能干，
如果你是一个老板，建议你首选大武汉区域的女员工。我公司刚成立时，为一个客户培训各地的促销员，每个地区都有一批笨笨不开窍的，唯独到了武汉，姑娘们个个能说会道，干劲十足，眼睛里闪着精明与向上的光芒，令我赞叹不已。我打电话跟客户说，武汉区的促销员不需要培训了，但是大武汉地区女人的缺点是太阴险与太毒辣且万不能惹他们。我有一哥们家有妻室，在武汉做生意，是与一个武汉姑娘好上了，后来他回到家就不想与这个武汉姑娘再往来了。那时这个武汉姑娘千里奔袭到江苏，带了一批黑社会将其腿打断，到今天还坐在轮椅上。著名国脸赵忠祥情人是大武汉区的，与老赵翻脸后，把老赵的创伤情话录了音放在网上，一是英明毁于一旦。另一个大武汉区的演员在求角色未果后，把著名导演与之上床的录像放在网上，该导演从此再也没拍过片子。以前我公司有一个副总找了个武汉女人，她身上永远只有100块，导致有时着急出差后没钱住宿，需要临时往卡里打钱。他孩子满月时，我在席上问他老婆为什么只给100，他说一个男人身上只有100块才不会干坏事，只能打车回家。听得我毛骨悚然，又录音又录像又卡钱又打腿的。弟兄们，从此看见武汉女人，我建议你们要道走，或者好好对待大武汉区的女人，千万不要做出什么对不起他们的事。阿门。武汉市场最难做，这里的女人既要情调又要实惠，兼具了江浙沪板块与山海关板块女人的双重特点。武汉女人太精明，不好事后在武汉卖产品，你就老老实实价廉物美，别耍花样。实在心中不服要耍花样，就故意露出破绽让他看出，他们看出后不会告知你，只会暗自窃喜。比如100克食品10元钱，200克一般定价会实惠些，是18元，最多也就20元。如果你反过来将200克的产品定价22元，100克还是10元产品，就非常好卖了。第五个板块是湖南与江西不分地区的女人，该地区的女人最水灵、最多情、最热辣。我一好哥们本是浪子，一个在北京活得好好的，被一南昌女人迷住，按道理应将老婆接到北京来，但老婆不愿来，这么一个浪子居然金盆洗手乐颠颠的去了南昌，从此闲云野鹤居家过日子起来。可见该地区女人的魅力。我刚出道时，在一家湖南企业做营销总监，公司给我安排了一个宿舍，老有女人来给我送饭送菜，经常还有半夜来敲门送饭的。我那时由于是初出江湖，冰清玉洁，思想单纯，傻乎乎的以为公司安排的老板耐惜我这个人才，怕我吃不饱叫人来送饭。后来才知道不是，现在想起来肠子都悔青了。曾经有一顿顿饭菜摆在我面前，我没有珍惜，算了不说了，说出来全是泪。该板块地区的女人直接脆性，热辣多情，有情有义，与湖北女人相反，工作能力嘛，与湖北女人相比差远了。在湖南地区搞促销，如果在产品促销活动上略带一点调情成分，比如说按接吻时间打折什么的，效果就会很热烈。他们会大大方方的文背过气来让你打折。八三板块女人，第六大板块是重庆八三区域，该地区的女人最真实、最大方、最痛快，可能与该地区码头文化有关。一次我与三清坊前市场总监李大义在馆子里吃饭，桌子不够，与一重庆女孩拼桌，那姑娘穿一短裤，露个长腿，一只脚敲凳子上，一只脚捶地上，吧唧吧唧吃的好香。在上菜后，由于桌子太小，我与李大义一不心把他的一个菜给吃了，深感愧疚。如果是江浙沪地区的女人，可能就会开骂了，但重庆女人不仅没开骂，并且在我们要付这个菜钱时说不必麻烦了，一个菜骂我请了，感动的我们眼泪哗哗的。重庆女人简单直接，爽快利索，别跟他们废话，简单粗暴的买赠活动在重庆最管用。作为食品销售大省，不得不说一下第七大板块的四川女人。四川与重庆虽然靠得近，但一方水土一方人，完全不一样。都说四川女人是辣妹子，其实是表面现象，都说四川女人勤劳，也是表面现象。四川女人表面辣，实则最温柔，表面勤劳，实则最懒，最想不劳而获。之所以勤劳是没有办法，只要一有偷懒的机会立马跟上。找女员工千万别找四川的，要找一个温柔的老婆，闭着眼睛找四川的绝对不会错。都说女人是善良的，要说真的善良非四川女人莫属，但四川女人嫁奴男人的能力远远比不上江浙沪的。四川虽然有怕耳朵一锁，也就是怕老婆的意思，但真正怕四川老婆的男人较少，远比不上武汉与江浙沪地区。
四撮女人有几个最？最温柔，最善良，最透懒，最耐吃。四撮女人都耐吃，但四撮女人最耐吃当之无愧。在四撮千万别做复杂的促销活动，你让温柔善良但好吃懒做的四撮女人思考，多累呀、啊！思考太辛苦，不买了。试吃活动在四撮特别管用，为什么？你懂的。北京板块女人，第八大板块的女人是首都北京的女人，这里是指北京本地女人，非外来人口。北京的女人最强势最自信，可能是从小生于北京的缘故。北京女人的鼻子虽然长得不朝天，但在心里鼻子朝天。多年前我给小舅子介绍过一个北京姑娘，他俩对上眼后进行了第一次约会，回家后小舅子就不想再交往了。我问为什么呀，长得挺好看的，也挺有礼貌，挺有教养，素质挺高的呀。小舅子说，好是好，但他什么都比我懂，国家大事比我懂，房地产专业他俩都是干房地产的，也比我懂，天文地理也比我懂，各类汽车的优缺点也比我懂，排球也比我打得好，我在他面前就像白痴一样，根本插不上话。北京女人表面上并不强势，并且显得很有礼貌，但北京女人见多识广，再加上出身于皇城根下，一种发自内心的自信是其他地区女人无法比拟的。如果不是特别强势的男人，在北京女人那种充分自信的礼貌之下，会不知不觉地卑微到尘埃里，恍惚间觉得自己不是老公，只是一男宠面首。对北京女人搞促销活动，要让她有一些不明白的深奥之处。促销活动可以相比四撮而言搞得复杂一些，轻微地打击一下他们高高在上的心，因为促销活动一复杂，他们一下子搞不明白就会小受挫折。但女王怎能受挫折呢？解锁略微复杂的促销活动后，北京女人的君临天下感会大增，感觉好了，产品自然会好卖。河南板块女人，古话说得中原则得天下，说了这么多板块的女人，哪能不说说河南女人呢？河南女人最实在最清信，经常有人说河南骗子多，纯属胡说八道。我与河南人做生意多年，从来没被骗过一次，真的都是些非常诚信非常实在的人。河南人实在，河南女人更实在，实在到会轻信别人，事实与传说总是这么大的反差，经常被骗的反而是河南女人。一个河南女人如果信了你，你说特朗普是孩子，他就他也会信。但大家别误会，河南女人并不傻，并不是智商问题信任你，而是性格太过于实在而信任你，一旦信任你，掏心窝子给你。所以千万别辜负河南女人。河南女人的另一个特点是没有特点，无论是相对于江浙沪的势力精明，相对于湖北的阴险能干，相对于湖南的热辣多情，相对于重庆的大方爽快，还是相对于四川的温柔善良与好吃懒做，山东东北的脾气火爆，北京女人的强势自信，潮汕女人的难掩地，河南女人每一样都不明显。没有特点是河南女人最大的特点，像一杯水，不甜不辣，不咸不酸，静静的平淡而长久。所以在食品营销领域，河南市场最具光谱性与代表性，河南市场做成功，其他市场虽所不能全盘借鉴，但都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借鉴意义。做食品的样板市场，河南是首选。营销的要点就是研究人性，食品的主力消费者是女人，所以研究女人是每个食品营销人的首要工作。营销人员不能道听途说判断消费者，一定要亲力亲为认真研究，不能被表象迷惑。如江浙沪女人表面温柔实则狠辣，山东女人表面狠辣实则温柔心软，四川女人表面勤劳实则最懒。如果你不是真正了解市场，就会做出错误判断。记得关注再走哦。